当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大家拢会想到，哎，这个内蒙宋江镇每一年都可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哇，你看你一些呢，来主流干想啊，一年冬季，来这个创意宋江镇福利馆，哎，不如哦，中港时阵有当来碰上，咱怎样哦，内蒙中后山。哎呀，所以进行讲公益大活动，大家拢感觉哇，好高兴呢。那记得我们呢，从今天开始，一直到4月6号啊，我们的中后山办的哈、啊，都有接受民众的预约。哎，我已经刚听到哦，那我叫小兵就没关系，来这边来，那我到后台预约哈。啊要用餐前3天预约，因为假如哪里嘞？哈，我们前3天预约，阿里大家怎样哈？啊，不用嘞，来台湾的这个中后山的这个半桌美食之外，刚刚有跟大家讲到了正义之光，哈、哦，这个。